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请看下面一段经文：如是光明，普照十方一切世界，七有众生，欲思光者，垢灭善生，身意柔软。 若在三途极苦之处，见此光明，皆得休息，命中皆得解脱。若有众生，闻其光明，威神功德，日夜称说，至心不断，随意所愿，得生七国。这段经文的大意是。 上面所说的十二种殊胜妙光，普遍照耀到十方一切世界。佛光虽然在十方世界平等普照，但能见到佛光的人，仍是十分稀有的。所以经说：七有众生。 遇斯光者，佛光普照。为什么众生有的遇，有的不遇呢？可以打个比喻来说：早些年，我们使用收音机，广播电台播送节目的电磁波遍一切处，东西南北各方都能收到。 但是收音机的天线、各种零件出了故障，或没有调好，甚至只有一根线的接触不良，就会收不到电磁波。比喻佛光的常照、遍照。收音机有故障，是比喻众生没有遇光。如果遇到佛光，就能。 成垢消灭，善根增长。所以经中说：“垢灭善生，并且深意柔软。”我们这个世界的人，刚强难化，情见牢固，宁可舍命也不舍见，十种见货根深蒂固。对于佛陀。 超情离见的教化不能信受，所以如果变得柔软了，就好教化了。倘若是在三恶道里边最极苦痛的地方，见此光明，皆得休息。更重要的是，命中皆得解脱。 在这一期受苦的寿命终了之后，都可以立即得到解脱。否则，三途一报五千劫，何日才是解脱时？所以，众生若能闻知十二光佛的殊胜光明，以及光明能令众生。 破案声明，除障解缚，顿脱生死，正三不退的威神功德；利人为功，归己为德，弥陀内证无上果觉的实德，故能外施究竟谢脱实意，听到之后，日夜称说。 以至诚的心相续不断，随意所愿得生七国，随你本人的意愿，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赞叹光明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。前面提到了十种见惑，简要介绍一下。一。 身见执着身体是我之见。二边见执着断长两边之见就是对立。三邪见否定因果之见。四见取见执着自己之所见。 就是固执己见。五、借进取见，执着不正确之戒律。六、贪见、贪爱无欲享受色声香味儿触。七、会见、嗔会无忍。八。 无名见愚痴无名。九慢见共高我慢。十一见怀疑真理，怀疑圣贤的教训。第十二品经文《光明遍照》第十二讲完了，下面总结一下。 这一品经文的几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：正确理解“阿弥陀佛，微神光明，最尊第一，十方诸佛所不能及”这四句话含义。一，这四句话不是修净土人的自在，换句话说。 这四句不是修净土人自己说出来的。二，这四句话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，是释迦牟尼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，是生对生的赞叹。三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。 不狂于者，不异语者。释迦牟尼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是如语，恰如其分，不增不减。第二个要点：阿弥陀佛的光明是光中极尊，阿弥陀佛为佛中之王。阿弥陀佛的微生光明。 在十方诸佛中，最尊第一。这个说法和佛、佛道同，世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出现了差别？一日本古德望西师的四个字：长同长别，道理很深。 与差别中解无差别意，与无差别中解差别意。经常无差别是常同，经常有差别是常别。举个例子，一块金砖，和一个金碗，一个金佛像，一个金塔。 是同还是别？我说同，成立都是金子；我说别，成立形象各异。二，诸佛妙德相正相同，菩萨成佛各有愿力，随着本愿愿力不同，成就自然不同。 发愿有大小，所以光有胜烈。法藏大师在因地发愿，就是要光明无量，决胜诸佛。所以成佛后，佛光最尊第一。第三个要点：因地修行发大愿，用大心量学佛。 将来成佛，佛国土大；反之，佛国土小。须知所愿功德大小不同，是真的不同。因与果一定相应。到你做佛的时候，果报就现前了。第四个要点：十二光佛。 都是无量寿佛，十二光佛的名号都是无量寿佛的别号。大势至菩萨是净土宗的初祖，是专修持名念佛的。比佛教我念佛三昧，这个比佛就是无量光佛即无量寿佛。 大势至菩萨的念佛三昧，是恒沙数劫以前无量光佛教的。学习十二光佛有感。无量光佛光无量，自性光明自显发，净到极处光自通。 明到极处，即成佛。执以此光宣妙法，光明遍照十方刹。会以众生真实力，祈愿一切皆成佛。十二光佛妙用无穷，弥陀功德。 远胜诸佛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净土法门代代传扬，无边光佛光无边，万法一如度群生，众生闻光得解脱，了知真如离娑婆。 清净寂灭，妙用自在。我为法王，于法自在。无时不有，无处不在。无碍光佛，佛光无碍。梦幻泡影，你当真？一生苦苦去追寻，追上一个灭一个。 最终六道去轮回，佛光即是真实慧，智慧光明不可量，两者是一不是二，清净心现智慧生，无有对待真是妙，轻松自在乐逍遥。 我说此话你不信，亲自试试就知道。寂光土里无一物，你却偏要把物寻。寻物不着生烦恼，画蛇添足真可笑。财入如来智慧海。 触目皆是九品莲，解除缠缚得解脱，因光成佛真自在，安安稳稳念弥陀，安安稳稳去极乐，西方极乐有你份儿，他日你也是弥陀。 五浊恶世何须恋？快快登上大法船。成佛机缘莫错过。大悲慈父接引咱。这一品经文就讲到这里，下面讲第十三品经文：受众无量第十三。 这一品经文向我们显示三种无量：第一个，佛寿无量，法身得也；第二个，慧众无量，大愿普也；第三个，会众寿命亦复无量，主伴如如。 真实不可思议，请看下面经文：佛与阿难，无量寿佛，寿命长久，不可称计，又有无数声闻之众，神智洞达，威力自在，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。 佛受无量，住世长久，有充分的时间来帮助一切众生。佛愿无极，能广摄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信愿持名的众生，同生极乐。这段经文的大意是：佛对阿难说，无量寿佛。 寿命有多久？没有方法能说，不可以称量，不可以计算，数目太大了。还有声闻之众也无数，这些声闻都神智洞达，神神通智智慧洞贯通达通达。 并且都威力自在，能够在手掌里持放一切世界。这一段经文包括两个内容。第一个内容，佛的寿命无量，寿命长久，不可称计。头两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，因为佛是法身。 就三即一如了，没有什么现在、过去和未来。过现未是一样，那既然过现未是一样，未来即是现在，即是过去，过去即是未来，即是现在，这个时间就打破了。 所以，爱因斯坦明白了，时间是众生的错觉，实际上是不增不减、不生不灭。佛正无生，既然无生，当然就没有与生相对立的灭。佛的法身是这样，从法身现的一切圣众也都无灭。 也就是寿命无量，这里显示出三个无量：佛寿无量、会众无量、会众寿命无量。第二个内容，佛的无数声闻弟子都神智洞达，他们具有神通智慧。 透彻通达事理，并且威力自在，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。这样无比的自在威力，能够在一个手掌之中握持一切世界，极显这个极乐世界不可思议。维摩诘经说，菩萨。 以一佛土众生置之右掌，飞到十方，便是一切，而不动本处。这就是说，菩萨能把一佛土的众生，全放在自己右掌之中，飞到十方佛国，显示给其中一切众生。 菩萨虽然在十方奔驰说法，可是并没有离开本处。这又打破了众生的空间概念。维摩诘经，同显一掌中持一切的不可思议境界。请看下面经文：弟子中大目犍连。 神通第一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星宿众生，于一昼夜悉知其数。大目犍连尊者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，代表神通第一。这段经文的大意是：佛又说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。 在弟子中是神通第一。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一切星宿众生，有多少星星，有多少众生？目建连在一个昼夜之内，全部都数清楚，都知道他们的数目。请看下面经文：假使十方众生。 西称圆觉，一一圆觉，寿万亿岁。神通皆如大目犍连，尽其寿命，竭其智力，悉共推算，彼佛会中生闻之数，千万分钟不及一分。这段经文的大意是：假使。 十方的众生都称圆觉，每一个圆觉都有万亿岁的寿命，神通都同大目犍连一样。在这么长的时间里，都竭尽他们智力来推算极乐世界有多少声闻，仍是算不清。所计算出来的数。 达不到实际数目的千万分之一，请看下面经文：譬如大海，深广无边，摄取一毛，稀为百分；碎如微尘，以一毛尘沾海一滴，此毛尘水比海殊多。阿难。 比目见莲等所知数者，如毛尘水；所未知者，如大海水。这段经文的大意是：譬如大海，它的深和广都是没有边儿的。再假设把一根毛分成一百份儿，把它碎如微尘。 拿一个小毛尘，去大海中沾一点水。这一滴水，跟大海水比，哪个多，哪个少？佛就告诉阿难：“比目见莲等所知数者，因为十方众生都假设目见莲，所以佛称比目见莲等。这样多的目见莲。” 这样竭尽智力与寿命来计算，所知道的数，就是毛尖上那一点点水。所以不知道的是大海水。请看下面经文：比佛受量，机诸菩萨生闻天人受量一耳。 非以算计，譬喻之所能知。以上显示了极乐国中佛寿无量，生闻之数无量。本段经文表明，国中菩萨、生闻天人都是寿命无量。凡夫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。 没有断货，还是凡夫，这就称为天人。声闻也是如此。极乐国中都是大乘菩萨，哪里来的声闻？这是根据他断货的程度。倘若先断见死惑，这时的水平等于声闻。 也就叫做生闻。国中从菩萨到天人，也都是寿命无量，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。凡夫若能带货往生，一到彼土就不退转，再也不退了。在这个世界上。 都是进进退退，甚至进一退九。到了极乐世界，既不退转，又能寿命无量。他不成佛会成什么？老不退转，老活着，那不就决定寄生成佛？ 第十三品经文讲完了。这一品经文有以下五个要点：第一要点，佛寿无量，寿命长久，不可称计。佛是法身，无生无灭，三际一如，突破了时空。 无量寿是第一德。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人人都是无量寿佛。第二要点，会众无量，佛的弟子无量，不可计数。第三要点，会众寿命无量，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都是无量寿。 第四要点：无数声闻弟子，神智洞达，威力自在，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，极显极乐世界，不可思议。第五要点：永不退转。凡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永远不退转。 下面我们讲第十四品经文《宝树变国》第十四。这一品经文是讲极乐世界的医报庄严。这品经文所讲的内容是四十八愿里第四十愿——无量色数愿的成就。 请看下面经文：比如来国多珠宝树，或纯金树、纯白银树、琉璃树、水晶树、琥珀树、美玉树、玛瑙树，为一宝城，不杂余宝。 或有二宝、三宝，乃至七宝，转共合成根茎枝干，此宝所成花叶果实，他宝化作。或有宝树，黄金为根，白银为身，琉璃为枝，水晶为梢，琥珀为叶。 美玉为花，玛瑙为果，其余诸树，富有七宝，互为根干枝叶花果，种种共成。这一段经文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宝树的实质。这一段经文的大意是。 在比佛国土极乐世界，有种种的宝树，或纯金树、纯白银树、琉璃树、水晶树、琥珀树、美玉树、玛瑙树。这些是单独一宝所成，没有掺杂其他的宝。 极乐世界的树，美好到无法形容。只有拿宝来做比方，还有两种宝、三种宝，以至于七种宝转换共同合成。根茎枝干是某一包所成，花叶果实就是其他的宝变化所做。 比如，有棵宝树，黄金做根，白银做树身，琉璃做枝，水晶做梢，琥珀做叶，美玉做花，玛瑙做果。其余的树又另有七宝护卫根干、枝叶、花果，组成种种不同形色的七宝树。 其他的经与本经七宝的名称稍有不同，但也不必分别。总之，七宝只是无上微妙的一宝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宝，也是我们自己本人的心宝。请看下面经文，各自一行。 行行相直，静静相望，枝叶相向，华实相当，容色光耀，不可胜世这一段经文是介绍极乐世界宝树的排列，各自一行，就是各自成一行。用通俗的话说。 就是宝树分成一类一类的，按类分成行，行行相值，这是需要人工排列才行。就好像我们现在练集体操，大家排成一个队伍，横着看，人是站在一条直线上；竖着看，人也是站在一条直线上。 人对人，空间对空间，很整齐。一行一行距离都相等，排成其他图案也是这样。在我们这个世界是人工排列的，在西方极乐世界是自然所生的，静静相望，不但宝树行行对正。 就是树干也都彼此对称，枝叶相像，一枝一叶都很整齐，相对相像，比如中间的一棵树，它的枝叶要和四边相邻树的枝叶要整齐对正，华石相当。 各树、各枝的花果位置都有规律，很整齐，彼此相当。容色光耀，不可胜世繁茂的妙色，光明照耀，令人目不暇接，看都看不过来了。这一段经文，宛如一幅美丽的图画。 我们在赞美这段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经文的同时，也在欣赏一幅赏心悦目的山水画。定善一说，珠宝林树，皆从弥陀无漏心中流出。因为佛心是无漏，所以树。 也都是无漏，所以没有老死、病害、出生、渐长种种变化的相。所以诸树必然同时顿起，等齐化一，井然有序。这一段经文说：树木花草皆有秩序，有条不紊，不可思议。 这样的景致到哪里去找？唯独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才有。请看下面经文：清风时发，初五阴生，微妙共，工商自然相和，是诸宝树，周遍七国。这一段经文。 是说宝树的妙用，清净无漏的德风，应时而发，随人的意乐，自然吹来，而且风摇树叶，自然发出微妙的乐章，宫、商、角、徵羽，这是。 古代乐律的根本，再加变宫变征，就是现代音乐的七声。五音相和，非常悦耳。这些宝树，周遍在它的国土里。初五音声，微妙宫商，自然相和。这三句就是我们讲的交响乐。 这是大自然的交响乐，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到处都是妙不可言。极乐世界的一切万物，都是微妙奇丽，奇是很特别，我们没见过，也没听说过。丽是华丽。佛在经上说。 超过十方诸佛世界，我们世间一切种种华丽，是人为的，不是自然的，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相比。西方极乐世界是自然的，不是造作的，没有人设计，是性德使然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。 都展现出弥陀性德。弥陀性德就是我们自性的德能。所谓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。西方极乐世界，正是我们自性本具的无量无边德能的开显。所以一切珍宝。 都是性德本来具足的，性德能生众宝，是所生一一宝中，又皆具足一切珍宝的妙德，所以一一宝树都是圆明具德，这是医报宝树。 既然遍满极乐世界，到处都能看得到。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讲的比较详细。树上有宝网，下面有蓝裙，在树当中还有宫殿。由此可知，宝树才真正美，罗网都放光明。 光明中显示十方诸佛刹土，就像看电视一样，画面不是平面，是立体的。这比我们这边进步太多了。我们这边是种种人工设计制造的，西方极乐世界皆是自然的。善导大师告诉我们，这些宝树。 都是从阿弥陀佛无漏心中流露出来的，所以这些树也变成无漏法。正是佛在经上讲的，依报随着正报转，一点儿没有错。所以树也是无量寿，也是无漏无生之宝。这也证实了《华严经》，情与无情。 同源种质，西方极乐世界，情与无情平等一类，不可思议。法性跟佛性是同一个性，因此医报才能随着正报转。今天我们这个世界，人心的染污到了极处。 这是有史以来未曾有的。从前没听说过“环境污染”这个词儿，现在环境污染，全世界都意识到了。染污哪里来的？人心染污，环境就染污。要想恢复环境的清净，先要恢复人心的清净。 心清净，环境就清净；心不清净，要想环境清净是不可能的。关于环境污染，老法师说过：照这样发展下去，再过五十年，这个地球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。老人家说这话。 大约是在十几年以前。现在十几年过去了，这个地球适合人类居住，还剩下三四十年的时间。三四十年，弹指一挥间呐、啊，人类生存已经岌岌可危了。现在水污染。 空气污染，你还能找出无污染的东西吗？你纵然是亿万富翁，你能不呼吸吗？你能不喝水吗？没有空气，没有水，你能生存吗？再过十年、二十年，什么东西最值钱？不是豪宅，不是豪车。 最值钱的是空气和水，空气和水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。我非常幸运，常年住在山沟里，在我眼里，这里不是天堂，胜似天堂；不是仙境，胜似仙境。天堂哪有这般好？ 仙境哪有这般美？就说空气和水吧，我们这里是天然的大氧吧。青青大山制造的天然氧气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我们喝的是清凉凉的山泉水，我们吃的是无污染、纯绿色。 自给自足的放心食品，既无污染又营养丰富。举几个例子说明：我们这里自产的水果近二十几种，到什么季节吃什么水果，当季的水果最好吃。我们的果树不打农药，不上化肥，听着佛号。 自由生长，水果多的吃不完，剩余的做环保酵素、食用酵素、生活酵素。黄豆、花生、油葵是自己种的，油是自己榨的，我们可不吃地沟油。粉条是自己漏的，有地瓜粉，有土豆粉。 粗粉、细粉、宽粉，样样都有，松软、嫩滑、可口。豆腐、豆花、豆浆、豆腐脑，都是现做现吃，热乎乎、香喷喷,喷的，可好吃了，真是馋死人了。还有更诱人的呢，可以说是我们的特产吧，那就是板栗。 那可是纯正的板栗，走遍全国，未必能吃到这样纯正好吃的板栗。从山上采回来的鲜木耳、鲜蘑菇，别提有多鲜多好吃了。这么说吧，如果你吃了这里的鲜木耳、鲜蘑菇，商场市场卖的干木耳、干蘑菇，你再也不想吃了。 这里的灵芝，有的像盘子底儿那么大。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灵芝。记得前年我去香港，把大的都拿去供养师傅了。老人家好开心呐、啊，说要做好包装，制作成礼品盒，拿到净空之友社，赠送给外国友人。 这里的山处处是宝，外行啥也看不着，内行人看了羡慕的不得了。我们住在宝山里，却有眼不识山中的宝。为什么这里这么好？因为这里污染少。六合小院，菩萨见。 无量菩萨住里边，一句弥陀老实念，真诚确保十方安。下面总结一下第十四品经文的要点。第一个要点，经文以宝树为例，显示极乐世界的。 一报庄严，这些宝树从哪里来的？都是从阿弥陀佛自性里变现出来的。树也是无漏的，树也无量寿。第二个要点：极乐世界的医报为什么庄严？因为极乐世界正报庄严，佛庄严。 菩萨庄严，依报随着正报转。第三个要点，依报随着正报转的理论依据是什么？法性跟佛性是同一个性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这是华严境界。第四个要点，要转变娑婆世界的医报。 首先要转我们的正报，正报好了，医报自然好了。第五个要点，正报是人心的清净，从自身的清净心做起，挽救地球，挽救人类。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